我，周水然，12岁成为练习生，16岁出道，20岁登顶。但直到24岁发生意外濒死那刻，才突然想起，好像还没来得及好好去爱一个人。无关血缘，不论对错，不去来日。喂，大小姐，几点了？你还上不上通告了？你谁啊？我说，你爸不是睡傻了吧？我是你经纪人。Jason， 你怎么变女的了？什么 Jason？ 陈丽，你又想干嘛？你刚刚叫我什么？陈丽同学。失忆梗对我没用。奇怪。等一下。他是谁？我不是在做梦吧？痛！发生了什么？就算穿越到10年后，也摆脱不了通告。又要去医院了，我很快就回来。妈妈，妈妈，我不是你妈妈。你是不是又想不要我了？我没有。你别乱说，我怎么这么可怜？妈妈不要我了。不是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？秦小宝，没看我忙着呢，别叫我。不好意思啊，小孩子不懂事，认错人了。没，哼，没事，我没有。小宝啊，听爸爸说啊，不是长得好看的就是妈妈。等爸爸下班，我们一起回家，好不好？那好吧。打扰你了，很抱歉。没事。居然还有这么温柔的男人！啊，周斐然，想什么呢？人家娃都有了，还蛮可爱的。我快饿晕了。我要死了。漂亮姐姐，你怎么又进医院了？说来话长。难道又是一个爸爸的追求者吗？为了见爸爸，所以才住医院来。我不是，我没有。这种情况我见得多了。漂亮姐姐不用害羞，我愿意你当我妈妈。你妈妈呢？你这么说她不伤心吗？爸爸说妈妈离开了。小宝，爸爸，你回来啦。嘘，在医院要小声说话。爸爸，她是上次的姐姐。小孩子顽皮，抱歉，希望没给你带来困扰。没有，小宝挺乖的，我很喜欢她。谢谢啊。我们走了。啊！完了完了，我算是在他手上了。爸爸，嗯，我可以邀请一个朋友一起来吃饭吗？你又瞒着我交了什么朋友啊？这么神神秘秘的。你看你的左边。陈小姐，不请自来，还请见谅。小宝很喜欢你，是我该谢谢你，百忙之中抽空陪他。举手之劳，我不工作时也没什么事啊。爸爸，我饿了。陈小姐，嗯，我看还是我来吧。那我打下手。眉眼、衣品、性格，每一样都符合我对未来丈夫的期待啊，连儿子都符合。周斐然，一定要拿下他。嗯，姐姐，你喜欢我爸爸吗？啊，
小宝。小孩子不懂事，乱说话，希望你别介意啊。我才不是小孩子。怎么会？今天谢谢秦医生招待了，合你胃口就好。真的，每一道菜都是我爱吃的。那就好。爸爸，你看是漂亮姐姐。那不是我。秦医生，小宝是不是该睡觉了？小宝啊，我们去洗漱，睡觉吧。好。爸爸，妈妈还会回来吗？当然。爸爸骗小宝。我怎么骗你了啊？其实妈妈死了，对吧？死了就是消失了，不会回来了。小宝，爸爸，我很喜欢漂亮姐姐。爸爸知道，但是爸爸很爱很爱妈妈，没准备好让其他人进入我的生活，所以小宝，理解下爸爸啊。爸爸，我会帮妈妈陪着你，快点长大照顾你。乖。啊，怎么办？对这么温柔的人毫无抵抗力呀。不好意思啊，耽搁你这么久时间。不耽搁，我闲得很。你脚上的伤还没上药吧？我帮你，当然是作为医者对患者的关心。如果你介意的话。我不介意。可能还会有点痛，马上就好。有时候觉得你真像他。啊，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你让我想起了一个人。啊，秦医生，我喜欢你，很喜欢很喜欢的那种。为什么？我很早就想好了，等我有了孩子，小名也要叫小宝，是不是很巧？每当看到你跟小宝在一起的画面，就像自己对婚姻家庭的所有期盼全部实现了。小宝那么聪明可爱，你那样温柔体贴。陈小姐，如果你见到十年前的我，我想你只会避而远之。怎么会啊？是我妻子给予的温柔、包容还有爱，让我变成了现在的样子，我很爱她。那她现在在哪儿呢？两年前因为去世了。对不起啊。没事，死亡本就是必然的归途，虽然遗憾，但我们的爱跟我们的孩子也让我觉得足够幸福。她是怎样的人？留着刘海，脸小小的圆圆的，笑起来眼里满是星河，温柔而专注。他长得应该和我挺像的吧？你不认识的我。秦医生，你知道你眼里也有星河吗？陈小姐，我先走了，结束了。周斐然，好想回家。姐，你知道周斐然吗？你是说几年前那位歌手吗？嗯，他好像在十年前出过一次车祸，康复后没多久便突然跟一位医生结了婚。结婚？对，据说还有个孩子，但之后便没什么消息了。那位医生叫什么？姓秦，当时我还专门查了字典怎么读来着。喂，你怎么了？喂。所以我在上头经历的过去，嫁给了秦川，有了小宝，然后死去。所以我还会在某一刻回到十年前。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以后小宝也要好好照顾爸爸和自己。放心吧，不是小孩子了。小宝真乖。
小宝说你今天来看他了。其实不用这么麻烦你了。不麻烦，我就是想见见他，顺便来跟你们告别。你要走了？去哪儿？故乡。什么时候？不知道。不回来了吗？应该回不来了。那么保重。秦医生，虽然不知道曾经发生过什么，但看着你和小宝过得很好，我就已经很开心了。谢谢。其实我是没什么。再见了秦医生。再见青春。病人还没苏醒迹象吗？没有，后续注意密切观察。指标正常。青春，不要走。你跟在咱这儿住院的女明星啥关系啊？什么什么关系啊？你不知道？故事们在传，她昏睡的时候可都在叫你的名字呢，那叫一个深情。他们听错了。不会又是一个对你芳心暗许，然后被你无情拒绝的吧？我猜对了。嗯？他都不认识我。吃饭吧你。青春，不要走。青春。你在哪？斐然，你醒了，感觉如何？我要马上出院。但你才刚醒。我不想待这儿了。好。齐医生，是我和病人清醒后不顾医嘱，坚持要离开。知道了，我去处理。周小姐，您现在的情况不适合。好。你还不知道我要说什么，就答应了？不怕我乱说？你说什么都好。像一汪湖泊，风轻轻地吹着。你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，再观察两天，应该就可以出院。是不是多观察几天更好些？你不是急着走，怎么又改变主意了？因为知道你在这里。周小姐，我们以前见过吗？你怎么知道我名字？听别人说的。在昏迷中。你不想说那就算了吧。秦医生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来啊，秦医生，我们昨天才见过。不好意思，我还有事。秦医生，我准备了礼物。别碰我。哎，秦医生，我老公真可爱。你偷窥我？你忘了关门？找我有事。我要出院了。我知道。我可以再联系你吗？周小姐，这里是医院，你是我的病人，我们只是工作关系。我知道，但是出了院就不是了呀。不管你相不相信，你早晚都会是我老公的，我还会给你生一个孩子。周小姐慎言。你害羞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斐然。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，仿佛重活了一次。但最让我开心的是遇到了一个很美好的人。是不是也算因祸得福了？秦医生，有您的一束花。早上那花周海然送的，你说他怎么就这么看上你们的？我跟你说，
对人家有意思就自己主动点儿，别老跟个冰块似的拒人千里之外。你找我，我的花你收下了，所以你愿意做我男朋友了？为什么是我？因为是你啊，那么温柔、坚定、勇敢的你。勇敢？是你的出现，让我珍惜拥有的时光，不再害怕死亡。是你主动招惹我的。是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女朋友，再也别想逃走。第一次，我爱上了一个人，让我不去来世。第一次，我爱上了一个人，让我不畏孤独。吃饭了。所以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？你在梦里呼唤我的那刻。想什么呢？有你在真好。不，遇见你才是我的幸运。从父亲生病去世起，我便独自一人。是你再次温暖了我，让我不再孤独。所以答应我，永远不要离开我。如果青春真实存在着，如果我们能够相爱，那么我曾经历的一切，是不是也可能成为现实？太奇怪了，这个好像还行。在做什么呢？没什么。青春，如果我说如果我不能一直陪着你怎么办？你要离开？不是的，我只是担心如果以后发生了什么意外，我不能再陪着你了。不会有意外。可是人难免会有一些大病小灾的。楚斐然，你知道我为什么选择当医生吗？因为曾经有人也问过我，如果他生病了不能一直陪着我怎么办。我不希望在所爱之人需要我的时候自己却什么也做不了，所以我才当了医生。可是人事无常，真的不会发生吗？我说过不会有意外。你到底在害怕什么？害怕没有你的我的人生，害怕有我的你的秘密。你还是不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。突然跟一位医生结了婚。其实妈妈死了对吧？我很爱她。我可以飞蛾扑火，可你并不像我曾以为的那样坚强。我怎么忍心让你怀抱希望而后失望，再留你独自一人？夏手术台都还好的，怎么说没救回了？他对你那么信任，都是因为你忘了我老公。爸爸，爸爸，不要留我一个人，爸爸。又开始搞自我封闭。也没个家人安慰一下。豆豆，好像有个人可以。周小姐你好，上周跟前任关系很好的一位病人去世了，他现在状态很不好，这些年他一直都一个人不让别人靠近，看得出来他很在意你，好好劝劝他吧。青春，对不起，留你一个人。没关系，我知道你在。但我害怕。害怕什么？未来，我怕伤害你。别怕，
你总在我需要的时候出现，就已经很好了。我爱你。我也好爱你。癌症是现代社会导致人类死亡的主要疾病之一，且大部分治愈率极低。秦医生，我有个问题。你说。现在医学的力量总是有它的边际，如果秦得了癌症，你怎么办？作为医生，从明白人非永生的那刻起，便在学习去接受生老病死乃人生必经之路，并带着这份觉悟，不问结果，珍惜每一段和爱人相处的时光，以之为对抗孤独的力量。如果有一天我比你先离开，你还会怕吗？不会，你会永远在我心里。还会有一个天使替我爱你。嫁给我，我愿意。抓紧过去，现在就这样，爸爸和妈妈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。嗯，所以妈妈，你将来真的会死吗？是的，所以啊，小宝要好好爱护妈妈，把好吃的给妈妈。哼，不骗。爸爸，妈妈又编故事骗我零食。周斐然，你又在骗小宝什么呢？我没有啊，我就给他讲了个故事。才不是。你呀、啊。